公婆婆家吃火锅，我们会看到很多人。现在我们要去啦 ，Let's go！ 欢迎来到我的圈母蜜。等我们很久了啦。啊，这边有三位大叔啊，这是谁给你的红包？星星好吃吗？星星好吃、啊、我们也开动了啊，他们现在要跳舞咯。他旁边还有一个又再是我们的家的传统，然后我们今年呢拿那个金元宝，他们包到谁呢，谁就要讲四个字的吉祥话。然后星星呢，他只是需要讲耶耶耶耶就可以啊。我们让音乐开始。啊，泽泽。那星星 ，you have to say。耶耶耶耶！啊，琪琪，新年快乐！啊，萱萱，平安快乐。OK。啊，吉祥如意。啊，星星，耶耶耶耶耶！耶 ，OK。要先给咯，过后他要去怡宝咯。还有孩子的，那皮卡乐的耶，海龟，耶的，萱萱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泽泽，妹妹，琪琪，哎，耶，徐可怡，哎呀，那个还要耶，来给我，谢谢，谢谢你啊。啊，琪琪要去怡宝了。Hi. 我们到家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准备火锅料。在这边，现在萱萱跟爸爸还有妈妈呢，要准备那一个火锅料。我们有特别嘉宾，萱萱他是谁？萱爸爸的爸爸，谁回来了？阿妈。耶，初一阿妈回来了。阿妈驾车一个人跑了了，从街边回来。Hello。Hello。这是阿妈给我们的。谢谢妈，谢谢妈咪，喜欢这吗？Hello， 新年快乐！谢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这个是给我妈咪的。OK。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谢谢你，恭喜发财！妈，恭喜发财啊！我跟你们说，乖乖，乖乖，他吃葱面。嗯，身体健康啊，恭喜发财。OK， 初一来婆婆家，我们是吃什么的？土豆。啊，萱萱喜欢吃的是哪一个？啊，谁来了？我正在要放炮喽！这边就是他们的炮啦，这么多。哎，你们玩的是什么？炮！在里面玩。耶，看他们现在在玩炮，现在他们要再把爆爆丢在这个里面。耶！哦！啊！耶！哎呀！啊！耶！啊！你忘了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要偷！哎，可以。
玩烟花，有人拿一本书出来，这是民用飞机。两个姐姐在唱歌，这个在读书。去啦 ！Let's go， 阿妈。对。谁发财呢？对。今天刚好有位。阿妈。红包。嗯，肯定发财呀，身体健康啊。是三三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啥子？老温，老温。新年快乐！我来给你，哇！你这边分，这边收啊！啊，应该的，这个工作是分的。很忙，大家都在分。OK， 好，留下。好，你好。妮妮来啦，仙仙等你呀、啊，还有。哎呦 ！Happy birthday！ 恭喜我生日！哎呦，生日快乐！我们的萱萱跟妮妮要表演给阿昭看。他们在外面。摇动。啊，被我骗。老鹰很累，我要回喽，拜拜，拜拜，依依不舍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是年初四，我们来到红包节。哇！手头上啊，每个人都有包包嘛，然后呢，我念什么颜色，他们就要啊，把包包呢丢在地上哦，然后谁最快玩的谁就赢哦。红色，黄色，绿色，红色，啊，赢了啦！现在第二局就不一样了，他们要自己念呢、啊，哈，那个卡乐咯，琪琪念卡乐，然后全部人丢，然后妮妮念卡乐，全部人丢 ，OK？ 白色、青色、青色、白色，没有了。现在他们玩仙女棒哦。现在姨姨要点哦，我也是看。